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凡信。今天为各位示范的是燃烧的什么魂？燃烧战魂关卡。有观众跟我们讲说改成32000年，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。跟各位报告，如果是三万年的话，我真的是还蛮建议大家去刷的。真的，以前是10000年嘛，我没记错吧？爱你10000年，爱你经得起。那个是故意要那个咯，要那个，懂吗？要有点沧桑感哦。爱你经得起考验，懂不懂？学起来重要啊！那个要破音，那个破音才会有味道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是那个沧桑感的，懂吗？爱你经得起考验嘛，我们来试试看一次，是不是真的是32000年、2000年？如果是这样，真的要刷，因为我现在蛮缺这个的，所以刚刚真的是所以刚刚厨子是为了抽这个是不是？太破音了是不是？是吗？我还觉得不够哎。爱你经得起，靠，这样才够破，知道吗？刚才我觉得不够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现在是蛮缺灵魂的啦。经得起考验，能破这么自然也不简单啊。对啊，我之前就讲说啦，你说你送一只万年，那我去刷正常那个就好了，干嘛来刷这个？如果真的要严格来讲，那不就是我没有空刷你，你二十四小时给我刷嘛？但是如果现在是30000年，我这个人讲话最中肯，我当初讲说只有10000年，那我就刷正常的就好了。30000年，我讲话很中肯，就一定是来刷这个啦，对不对？这样说有没有道理？刷一波啊，真的，刷一波，这样才会你会想刷啊。玩房豆在听玩家的意见啊，我常说的，没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